但是原厂一轴镜头的价格普遍都是较贵的，动辄大几千上万块钱。那这样的价格呢，让很多没有尝试过一轴摄影但又喜爱创作的朋友们望而却步。那么我们延时星为了让小白和更多摄影爱好者都能够体验到国产一轴镜头带来的乐趣，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先后推出了50F1.4 一轴和85F2.8 一轴镜头。那从外观上来看，50F1.4一轴镜头和其他一轴不同，50F1.4采用的是万向球加上线位环的结构来改变焦平面，这样的设计可以让你有更好的操作体验。镜头前端线位环的设计呢，那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颗镜头，可以单手操作也可以双手操作。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方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首先第一种方法，我们将线位环扭动至半松状态，此时扭动转折会带来阻尼感，这时候我们将镜头倾斜至合适角度，然后双手进行